parte mais alta da gruta, ok? Cima que a... Thank you.
我舍身入卵，为了什么？你不谢我倒罢了，还断了我的手，就只好砍了你的，与我作陪。 直接去了，是我上了那老道士的当。刚才的赌斗，不作数，想知如何克那魔君，就与我堂堂正正打一场。 我去。
我没个过山的好心人，替我寻回你的尸首。小师父，我本是个魏王人，来此祭悼王府。我与夫君本住在山顶的庄，忽地一人，庄子里人死的死。我原想回那庄子里。 可那伙虫妖中有个领头爬的刀马毒，甚是厉害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俱是些放毒的妖魔。切记多备些解毒的草药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俱是些放毒的妖魔。你若擅入，必是有去无回。
走走，别碍着我喝闷酒。看你那副痨病鬼的模样，爷爷甩两钩子你就死了，留着性命不好吗？你别在这里晃荡啊，若是碰坏了老子的酒坛，有你好看。大胆，你这毛怪，我意欲放你，你却定要与我为难，自寻死路。宝地容不下何人。
杀你！放入枪随身。澳门宝典。
此等隐蔽之处，许久未见过生人了。小居士，你尖嘴缩腮，肌瘦面黄，一副痨病鬼模样，莫不是也中了虫毒？这谷内生有一种异虫，名禽狼，生食其卵可功力大增，只是那幼虫一旦孵化，便将五脏六腑啃食殆尽，空留一具不死的躯壳。我这些师兄师弟个个都不信邪，贪功冒进，见着便吃，如今多半药事无一了。小居士，你若有心，便带我了结他们，同门一场，我下不去手。他们的尸身内或还存，顺道寻来给我。
尚，不妨让我随随阻我前门。
未得相见，你竟被他们害成了这副模样。我自骊山而来，在此调查谷中之事。我并非有意瞒你，确实有些难处。我同他母亲相识一场，下不去手，这才引你来此。我到此物早已落入那多目怪手中，竟被你寻得了，或许这就是机缘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你将此物回复神力，全做我的答谢之意了。不过是几缕天上吹下的丝线，连它通向何处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道。为何都争着往上爬呢？